吓我一跳！哎，没事，没事，吓我一跳！没事，没事，吓我一跳！真醒了！唢呐一响，全村吃饭了啊！是的，是的，开饭了，开饭了！开饭了！开饭了啊！ 帅帅帅帅帅，爆帅爆有样，爆有样。我也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那么今天大家这个再次重聚啊，也当然是小年夜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，那你们有什么祝福想要送给大家吗？我们从三立开始好不好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立袁云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前火箭少女。三立袁云晴。然后2021年了，然后希望大家。 开开心心，身体健康。我更希望的就是赶紧疫情赶紧结束。可以的。我刚说什么？前的那个。有个赵磊的脑袋。一定要跟着啊！没有办法。是的，来。哇，太有活力了，还是小下一个秀是谁的？下一个秀是谁的？
大家好，我是钱赚的不太多的陈岩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啊，新的一年祝大家心想事成，恭喜发财，万事胜意啊！万事胜意啊！生日快乐！我以为接下来是辣目自己我就一会儿再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钱钱火箭少女101的小七赖美云。2021，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，万事顺意，然后身体健康。也希望我们的俄东尼在新年能够穿上新衣服。我感觉他都没穿衣服，应该有很多周边可以开发。对，太羞了，俄东尼。好累啊，俄东尼。那你去接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你上去。前火箭少女，我铁关了。彼此挺新的一年，后面这个 BGM 还挺好听。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然后天天开心。中文进步了好多。OK， 你想火箭少女两年，今年一年，他应该不是刚才来的，来之前就来。昨天跟团员们团聚，我发现大家就是越来越漂亮，状态也越来越好，所以我就希望新的一年。大家越来越亮，越来越帅。哇！感谢感谢，再次感谢我们火箭少女101，向你们敬礼，死路死路死路！干嘛干嘛？这开了个头，跟你学的，就演员请就位，跟我对戏对多了是吗？对。所以就是深深的把这个单词记在脑海里。现在我对谁打招呼都是死路。马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在演员请你为你最死路的人是谁？我觉得以后我们要设计是 Rise 怼完彼此之后，要热情的拥抱一下，表示 peace。有实力。对，刚才姚真说，如果我们过了年再回来见到，肯定就说啊，又变丑了，又变蠢了。然后我说，那你肯定要被骂。他就是会被骂。演员请就位。你说啊，姚真又开始，姚真骂我哥哥，姚真骂这人。你赶紧解释一下，就是用炸裂的眼睛和自信的态度告诉我们，你姐喜欢瞎讲话吗？都是你姐。然后如果你的表情没有听他这句话。